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新阁揆赖清德的内阁名单大致底定出炉，大部分啊哈都是原本的阁员留任，其中两个亮点或者是两个被大家所比较高度质疑的地方是，第一个顾立雄原本是司改会董事长顾律师，那后来呢是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最重要领导人，担任金管会主委的角色。啊，你也没有金融，也没有财政，也没有经济的任何相关背景，刚没在做金管会。可是呢，顾立雄今天出来，他谈到说呢，其实有关于金融之前的一些弊案的问题，恐怕正是需要他这种圈外人，没有任何的包袱，才可以大刀阔斧的改革，是这样子吗？第二个，国发会，国发会呢是台湾如何去发展经济，如何去做建设，以及如何在未来的发展的时候呢，擘画一个整个经济的蓝图的最重要关键的部会呢，是由原本行政院秘书长陈美玲来接任。他说：“啊，你也不是有经济或其他相关专业，就主要是行政事务上的一些专长，可以来掌管国发会吗？”赖清德的整个人事布局呢，对许多人来讲，跨步三五。可是呢，这是奇招还是险招？我们今天来谈一谈，从一立一休再到整个人事布局，谈谈新阁揆赖清德未来的经济挑战。介绍四位特别来宾，首先欢迎是世新大学财经系的助理教授梁彦平梁老师。新冲各位观众，大家晚安。我们今天要好好来谈一下一立一休到底要怎么修，是不是该修？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的总干事陈淑伦。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的媒体人陈敏峰。主持人，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卢彦丽。大家好。先来看看这一个名单了哈。现在呢，看起来当然院长换了，副院长跟着换，秘书长跟着换，副院长施俊吉，秘书长卓荣泰，这个昨天我们都谈了。徐国勇原本的发言人留任还是发言人，政务委员呢，因为国发会主委陈天之去职，其他的像是林万益、张景生、吴振中、吴鸿谋、许章瑶、邓振中跟唐凤，通通都是留任的。经济部长呢，原本是由沈荣津来代理。那在今天正式征除了哈，然后呢，国发会的主委呢，现在是陈美玲，金管会主委是顾立雄，那原本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主委也是顾立雄，他去金管会之后呢，就由林丰正来担任，央行总裁、中选会、NCC 这个是任期独立的关系，所以就算你想换也不能换他们。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大部分的部会，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部会的这些名单了哈。内政部长叶俊荣是留任的，财政部长许余哲，教育部长潘文忠，交通部长贺陈旦，卫福部陈时中，文化部郑丽君，环保署李应元，农委会林聪贤，陆委会张小月，政务委员呢也都是留任的情形。换句话说呢，其实没有什么新的气象了哈，除了金管会跟国发会。我们来看看今天内阁名单大致底定。赖清德一下高铁，不少民众都向这位准行政院长打招呼。媒体关注赖清德的内阁人选，赖清德表示用人为才，他将约询可能人选和现任官员，确认内阁名单。原则上我们会以用人为才，适才适所，可以马上进入工作状况为原则。那接下去的行程哈，我特别从台南再赶上来，就是继续征询后续的所有的部会首长，他形成一个团队。赖清德随后前往信义大楼首长宿舍约询可能人选，环保署长李应元约询后确认将会留任。但院长最主要就是说啊，他承担这个责任嘛哈，总统交付他任务，他希望大家啊一起来努力，那就是这样。外界有人以战斗内阁称呼赖清德的内阁，赖清德拒绝这个称号，他强调他是要让国家进步，造福台湾人民。虽然是民进党党员，啊，这是一个民进党的政府，但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是推动政务，让国家进步，造福台湾人民，啊，并不是特别为了某一项的党派的任务啊，所以并不希望用战斗的任务来称呼。目前确认的内阁名单包括行政院副院长施俊吉、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环保署长林应元、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主委林丰正、政务委员兼国发会主委
陈美玲，其他七位政务委员林万益、张景森、吴振中、吴鸿谋、许章尧、邓振中、唐凤也都全部留任。另外传出总统职权的外交部、国防部、陆委会以及国安会，目前府方没有调整的规划。记者张日雄、应磊琪、陈保罗特别报道。所以民风会成搞的哈，结果就是新瓶装旧酒啊，其实我们只有那个软木塞换掉而已了哈，只有木栓换掉啊，其他什么通通都没换。我们来看，再次来看看绝大部分的名单。我们先看下一张那个 CG 八。绝大部分的名单呢，内政、财政、教育、交通、卫福、文化、环保、农业、陆委，还有政委，拢赶快。啊，咱看另外一张啦哈。啊，干哪些的？当然，那个副院长跟秘书长一定要换嘛哈，那个最重要，三长一定要换嘛哈。啊，只有换了一个国发会，换了一个金管会，那顾立雄走了，所以这个不当党产跟着换这样子。啊，换安尼是咧换安那。其实这个换人幅度实在是非常的小啦，哈，他根本就是原有的人要调动一下，而且留任的人很多，就是因为你刚才就是说今年二月的时候就有一波人，包括陈时中这些人都是刚刚上来的人，所以你现在去把他调动，包括林美珠劳动部长这些人调动是有点不合理啦，所以你就可以印证一点，就是说这个阻隔呢，绝对不是说大家讲了已经商量了几个月，我觉得就是最近在拍板的嘛。那人事的部分，这个赖清德对于这个财经的部分，他当然有一些主导权，但是还是基本上副院长的部分还是有小英的意见为主啦。嗯、那这个他坚持在财经部会里头就只有放一个，就是陈美玲。那其他的大部分，包括顾立雄的任命也是以总统的意志为主。但是这份名单呢，大家都会讲说，我们不是林权换掉，就是要把这个整个内阁换成把那个所谓的老男换掉吗？啊，结果其实独派里头最在意的老男不就是外交部长跟陆委会的系统吗？就是这些所谓的一个比较有这个所谓对外意识的这些沟通上面。他跟独派的意见不大一样的人啊，结果这个一次也都没有换呐、啊，所以我觉得说这次只是我觉得在仓促之间任命，然后可能思考的空间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在二月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进行一个局部上的调整啊，其中包括所谓的内政部部分，还有交通部的部分，因为大家一听到交通部长怎么会留任，大家就有点奇怪，就是说因为这个每次在假期的时候，就是收费就会有一些争议性的东西，已经是关一个连续假期到底国道要不要收费，对他已经是就是说这次交通部长是黑名单之一，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还是留任的。那包括内政部长这个部分也是被很多民进党立委觉得减香灭香这些对不够病的。那徐宇哲说实在是林权临时拿税改去把他保下来的，否则徐宇哲整个在他刚上台的时候就生病。就神隐了，被批评很多嘛。那他财政部长任内也没有很多大的一个表现，所以大家对他意见还是蛮多的。那对于卫福部的部分呢，其实听说府院高层啊对他还是有一点意见，但是就是因为他才刚上任，所以不便这个异动，所以这包括整个政务委员的系统也好，或是整个部会的首长也好，就动的部分就很少。那动的部分就刚好动到这个金管会跟这个所谓的国发会，那大家争议性很大，就是金管会嘛，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有这个财经的背景？那同样的，国发会也是，陈美玲到底有没有财经的背景？那国发会部分就是因为后来赖清德的解释是说，他觉得这个地方在执政的时候研考是很重要的，就是包括你省府团队当时政绩这么好，也是因为他的研考做得很好。是，所以国发会本来就是金建会加上研考会的组合，但是问题是。应该是以金建会为主啊，不是以研考会为主，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是这个是院长自己特别，因为他跟陈美玲实在是合作了非常久的时间，所以这个部分你就是院长你自己要负承办的责任呐、啊。民风化清稿里了哈，我记得很深，在两天前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在阅读那个行政前院长林权的辞呈的时候。那大家都看到说以立总统人事布局嘛吼，我看到的他是自己讲说政务推动堪称顺利，阿丽娜第一个政务堪称顺利，再来是说呢绝大部分的阁员通通没换，
啊，咱即摆换行政院长是要换对出来。这对啊，这就是为吧，就是这就是问题所在嘛，就是为了战斗内阁啊。啊，就是院长一个人就战斗。虽然赖清德非常的这个不愿意讲战斗内阁，但是你整盘戏不是说整盘戏，就是整个内阁看出来，真的不像数个月的部署的情况嘛。OK， 这个就是因为整个决定就是让赖神到台北来接院长，那其实当然啦，我觉得当然做一个院长的更换呢，也许在这个气氛或是执行力上面 ，maybe 会有一些不同啦。那这个东西就是你整个这样的内阁，我觉得留下来的名单，3到4个月到明年年底之前，到今年年底之前都是留校查看的名单。那燕丽，我请教你了哈，林权在任内推动的最大政见或政策之一，就是前瞻计划。嗯，那现在整体看起来，唯一二有变动的一个是金管会，另外一个叫国发会。嗯，你说你要透过研考的部分去追踪计划的落实执行情形，这完全说得过去。可是呢，你也不是在经济部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或是其他真的要去执行的，譬如说有非常非常多轨道，那是交通部的权责。这一招是真的能够让整个前瞻计划乃至于台湾的经济基础建设变得更顺畅吗？我想其实有关于前瞻计划的这个部分，其实呢，如果大家去上这个国发会的网站看一下的话，国发会的网站确实是把这个前瞻计划列为他们重大的业务发展项目之一。那可是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特别是轨道经济这一块，它到底我们需不需要这么多钱去每一个县市都去盖一个轻轨？那如果真的需要盖轻轨的话，是不是有一些配套措施？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结合我们的观光资源，或者是说各个县市呢，它的轨道其实是一个统一发包，而不是各自去发包。也就是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轨道？如果我们真的需要轨道的话，我们是有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规划？我想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而且可以说服包括财经界、金融界或者是一般这个市井小民的这个部分。可是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说，确实不管是顾律师也好，或者是我们看到国发会这样的一个新的职缺也好，大家会说到底是亮点还是奇招还是险棋？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成分都有。我现在讲顾律师好了，其实我跟他录影同台过几次，他从来没有笑过。我的意思是说，起码我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笑过。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人。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特别是这两天新闻传出来之后，昨天晚上大家都在开玩笑说，他可以接金管会主委的话，就是说要业内你要当财政部部长还是要当经济部部长，你说一个吧。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他毕竟他没有财经的背景，所以大家会认为他去接这样的一个位置，很多人会有不同的一个质疑。可是我的看法，其实我觉得他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冒险的成分在里头，而且是大家可以未来拭目以待的。就是说，其实金管会他这么多年来，历年来的金管会的主委干部，其实大家彼此的关系都非常好。那甚至他跟一些金控公司的高层关系也都非常好。所以呢，包括像永丰金这个弊案好了，明明其实在大概是我还特别去查了，明明2013年金管会就去精简了。那为什么呢？一直到去年，这个永丰金已经有这个财务主管一状告到金管会，金管会还是没有很积极。后来反而是媒体，我的前东家《金周刊》一而再、再而三披露这件事情，金管会觉得逮鸡抓掉，一定要查。后来才撤销了何寿川先生的一个这个董事长的一个职务。那事实上后来，金融界又在开玩笑说啊，何先就是倒霉啦，被查到。其他的金控公司也有人做类似的事情啊。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在于说，如果今天顾律师可以发挥他律师性格，我决定要查，就是查到底。我一定要办一个大案件，或者是办两个大案件，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这个金管会其实是真的是有 guts 的，有执行力的。我想，如果他任内真的可以把一些弊案把它办到好，我想这就
是他一个主要的一个成绩。所以就说，当然就说，特别是金融界有些人对顾律师的看法是，他们会认为说，希望你除了办案子之外，是不是可以提振台湾经济？特别就说，除了改革之外，你要有一些成长。那我想，这个对顾律师来说，他说他现在已经开始很认真去学习了哈。所以我想，就是给他一段时间，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成绩出来。所以现在说好说坏都言之过早。不，我其实我自己也有很深感触了哈。其实我常常之前被质疑说，啊，你大学念中文的，啊，研究所念那个很奇怪的什么社会人类学，那个到底什么东西？啊，你跑来搞新闻，那个旁门左道。那现在其实很多人会质疑那个我们的顾律师的哈。我们来看看历任的金管会什么职务、什么背景、什么专长。第一任龚兆胜，阿扁政府的时候。他也是外商银行的台湾区总裁，干过台糖董事长。胡盛正当过中研院院士，当过金监会主委，后来来当金管会主委。然后到马政府的时候，有陈冲、有曾明忠，分别是金融局长或是金检局局长，然后干过财政部次长。在之后呢，蔡总统上来呢，到现在已经三位了哈。其实其他的人呢，其实用过四位或五位，但蔡总统现在已经用了第三位了。丁克华。政大财政所硕士，证券柜买中心的董事长，然后证期会主委，然后去当金管会主委。李瑞昌就是这一次下来的，他之前呢是国有财产局的局长，也当过财政部的次长。所有人唯独顾立雄顾律师呢，第一个经历律师，第二个经历司改会董事长，第三个经历当过立法委员，第四个经历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主委。很多人说阿丽啊，跟人家渊源完全没有，你搞不好那些金融界的董事长你也不认识几个，你有办法来当金管会的头头带领人吗？可是另外一个焦点是说，他讲只有圈外人才可以真正的去做改革的动作。金管会主委将由党产会主委顾立雄出任，但顾立雄是律师出身，没有相关的金融专业背景，引发批评声浪。顾立雄下午亲自出面澄清疑虑，强调律师圈跟金融圈的关联很高，而且过去有球员兼裁判的情况，需要圈外人来做有效的监理。我们讲一个手臂的距离，这是一个律师界的讲法，就是说你要维持一个比较客观性。所以如果金融产业的人本身就是在做金融监理啊，这个没有办法。那本身我们台湾的金融圈有没有这个状况？我必须坦白讲，确实有这个状况。也就是说，球员跟裁判是分不清楚的。由于新政府上任之后，党产会讨党产成效不差，外界批评顾立雄接下新职是论功行赏。顾立雄当场驳斥是无稽之谈。就四个字，无稽之谈。那我做的好不好？我想我也没办法现在跟各位说。我做了好不好？我想麻烦大家给我一点时间，好，一点点时间，好不好？让我很快能够进入状况。而即将北上阻隔的台南市长赖清德也是力挺到底，强调法令的松绑很重要，期待顾立雄上任之后可以心力除弊。主要也考虑到他法律上的专业、金融的经验，一起来心力除弊，把这个事情能够做好。对于是否被高层赋予重任处理赵丰金弊案，顾立雄强调，接掌金管会没有被赋予政治性任务，高层只是认为他可以升任，而愿意努力看看。至于副主委的人事，他则倾向留任。记者陈嘉欣、张子嘉、温正恒，台北、台南综合报道。所以梁老师就要请教你了哈，在李瑞昌之前，人家都洋洋洒洒，要么就是外商的总裁啦，要么就是什么董事长，要么就是财政部次长，要么就是哪里的这些什么金检局啊，什么什么局局长，事务也有，领导力也有，然后专业背景，人家都是什么一大堆什么念财政、念金融的来干金管会。唯独律师当金管会，不会很怪吗？其实我觉得不会耶。我觉得国发会的这个新任的这个主管的话，我反而是比较肯定，就是金管会的部分我是比较肯定的，因为专业虽然非常的重要，但是管理的能力其实是更重要。那金管会的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呢，第一个当然就是金融产业趋势嘛。那这个金融产业的一个趋势的发展，那你必须要有给它一个方向。那但是这个方向呢，实质上在各个金融业来讲的话，
他的方向是比你还要有方向。也就是说，历届的金管会来讲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去帮这些金融业定什么方向。比如说像现在的金融的产业的趋势，当然就是数位金融，当然就是这个数据的一个分析落实在这个财富的管理上，对不对？所以金融的一些创新的这个改革上面，那这个是其实现在不管是银行、保险或者是这个证券都在做的事情，而且这些金融创新都是重新开始。所以其实在创新的这一块来讲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去奢望我们的政府的单位它会有创新的思维。所以历届的金管会来讲的话，它在创新这两个字它没有做到些什么样的事情。它只是说就金融发展，就金融产业的这个趋势的发展上，它要给它一些空间。那这个其实在历届的这些金管会的主委来讲的话，其实他本身是财经的背景，所以他这个部分他是有做到的。那金管会的第二个重点的工作是什么？就是金融监理呀。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不管是兆丰案或者是永丰金案，这些案子来讲的话，这些弊案其实金额是越来越大，而且所涉及的这些人事的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它的是越来越高阶。那所以就是说，那为什么你管不了嘛？那你的金融的监理的确确是出了问题。那为什么？我过去自己在金融业的时候，我其实常常会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这些金管会的主委啦，或者是金管会的不管是政企局啦，或者是银行局这些大官，哎，为什么官员退下来了之后，他可以到银行啦、证券啦、保险呢去担任董事长的职位？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很明显的嘛，也就是说，哎，我在这个我自己的公司本身在 run 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出现的一些什么卡关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那这些门神就发挥了它的效用了嘛。因为在场的这些其实都还是他旧有的部署，所以你在过去的长官跟部署之间来讲的话，你的情面要不要顾？你当然还是要需要给他情面嘛。另外一个就是觉得说，哎，我如果自己退下来的时候，我也可以给自己退休之后的一个台阶嘛，也许这些金融业也会聘请我来作为门神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过去的部署然后跟这个长官之间你牵扯不清楚的这个纠结的这个情分在。所以你变得就是刚刚他们其实也有去提到的，就是球员兼裁判嘛，这个实际上就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很多东西其实大家当然过去来讲的话你是学而优则仕，可是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时代一直在改变，尤其金融业改变是非常快速的。你在用理论的那一套呢来落实在实务端来讲的话，其实你真的很难走下去，你也很难管。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你又变成是学生跟老师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在学生老师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这个长官跟部署之间的关系，请问这样子的一个金融的监理的一个环境情况下，你怎么样能够去理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去换一个就是没有金融的过去的这些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背景，它重新开始重新出发嘛。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要寄予的当然就是顾立雄在这边来讲话，我相信他自己也会知道他自己的问题，因为一个金融的发展来讲话它还是很重要，如果你没有给他空间你过度去管的话，那这个其实还是会去阻碍到整个金融的一个发展嘛。那川普上来他的新政当中其实很明显的就是金融的一个监管他要放松嘛，所以我觉得顾立雄如果在听到大家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自己应该就要去拿捏。那另外一个就是金管会里来讲的话，其实大家刚刚都提到了，也没换谁啊，是不是？也就是这个头换了，然后下面的这些政务委员都没有换啊。那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领导这些专业做对的事情？这个本来就是一个 leader 要做的。大家都觉得，哎，这个 leader 来讲的话，我带兵打仗，我自己一定要很会打仗，真的是这样子吗？诸葛亮也没有打过仗啊，他照样能够就是军法上来讲的话，他照样还是可以布局的很好，照样可以打胜仗啊。所以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去管理到这些专业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在国发会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比较不认同。国发会我们等一下再来谈，可是我先请教梁老师哈。所以你现在你也认同说，之前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好好谈这几个案子，2016年的时候有鼎新案，然后呢在去年的时候有乐声案，然后呢有兆丰案，在今年又有永丰案，一大堆这一种金融弊案，是因为我们的金管部门球员兼裁判，然后呢视而不见，故意怠惰，然后官商勾结，使得这些弊案产生，因此我们换了一个头头就可以改变这些问题。
我觉得并不是说换了一个头去改变这些东西，而是期望换了这个头呢，能够去改变长久以来的这些，在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情况之下，在学生老师的这个，还有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过去的长官跟部署之间纠结的这个情分在。我记得2008、200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谈了很多很多，因为那个雷曼兄弟倒闭之后，我们谈了很多叫做金融性衍生商品。那时候你谈了好多啊，然后还有选择权啊，还有说一大堆的什么次贷、三贷、四贷、五贷这样子。恭喜仔哦，我听个他个听个不是，我根本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如果说您刚说的，现在整个金融弊案呢，是因为盘根错节，是因为球员兼裁判，是因为看得懂的人呢有分到一杯羹，所以他不想管。那如果说是这么隐晦、这么难管的东西，顾立雄看得懂吗？他管得了吗？下面的人如果都没换的话，问题他发现得出来吗？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也不要太过度去怀疑这个律师的能力，因为过去他其实就是阿扁的这个律师嘛。那在海外的这个账务来讲的话，还有海外的这个金流来看的话，其实这一部分它其实是有涉略的。我们知道，其实金融业来说的话，其实最难管的是什么？就是金流。你的金流的这个盘根错节，其实如果你能够就是抓得出来，其实你的问题其实很多都能够抓得出来。就有交叉持股母子公司，然后又会到海外，又会回来。所以其实他自己也做过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嘛。那我觉得应该要之前就落跑了，他没有办到后面呢。可是就是说他还是有去管到这一块啦。我现在重点应该是说，当然他是律师的出身，大家质疑就是说，你没有财经的background嘛。可是我刚刚一直强调的一个 point 点就是管理嘛，你要有管理的一个能力，你要找一个真正能够去做事的人嘛。那今天台面上来讲，过去的金管会，那这些都是台面上大家都觉得都觉得是精英啊。那请问一下，这些弊案为什么会照样会发生？那您刚刚所去提到的2008年的那些，那个是所谓的我们刚刚所讲的金融创新的产品所产生的问题，是这个部分呢，其实跟现在金融的弊案这个其实是不同的。那个东西是其实金融商品所产生的问题，那是因为它连接的商品是越滚越大，所以所造成的这个问题 bubble 出来，所以那个是一个 bubble 行为。对，那这个部分来讲，是你旧有的一个制度太过于僵化嘛，然后你的人情的一些纠结，所以导致你该管的东西你视而不见嘛。其实过去来讲的话，光讲我们以前过去只要在投资的一个流程都有一个四大的流程，那请问这四大的流程对我们来讲，讲白了就是 paperwork， 没有人能够真正去落实你这个四大流程到底是怎么样去管的。我们昨天有来宾谈到一句话，其实我很认同，虽然有一点不太礼貌了，那句话叫做是驴是马溜出来看看就知道。没错。到底顾律师当金管会是叫做外行领导内行，还是叫做圈外人大刀阔斧的改革，也许3个月、4个月后拿得出成绩来，大家的眼睛就不一样了。可是我再请教一下艳丽了，你怎么样看待一连串的这些问题？那个所凸显的是说，我们整个金融监理上出了严重的一些弊病，也就是球员兼裁判没有谨守刚刚顾律师所说的 B 句原则。不过他说的 B 句原则跟我们在讲说资源分配管理 B 句原则有点不太一样啊。我们来看看2016年鼎新案负责人何中英呢，用一个纸上公司炸贷哦，你今天慷慨的公司也是去骗公45亿，然后呢，跟何中英有关有姻亲关系的永丰银行跟华南银行呢，违反利害关系人交易呢，被金管会罚1000万，被起诉求刑20年。乐声案呢，这一阵子大家在对独立董事在那边求偿啊，其实出了事才求偿，要得到要不到那都是一个大问题。许金龙成立纸上公司，借外资名义取得私募股票，然后到中国去找钱，20000名的投资人28亿全部都是泡汤。许金龙不法获利40亿，被起诉求刑30年。兆丰银行其实从今年到去年到今年一直吵得很凶了哈。兆丰银被美国纽约州的金融署裁罚1.8亿美金哦，560亿哦，50几亿台币的钱哦，就这样子罚掉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做好法尊这些事情，金融监理自己没做好。那董事长蔡友朝被起诉12年，金管会主委丁克华也因此而下台。永丰案，董事长何寿川跟李俊杰勾结营私，然后掏空公司的资金，违法放贷，然后呢也是破坏金融秩序，起诉求刑12年。一连串，
啊，我们之前那些很专业的财经背景的，干过什么精简局的，干过什么一大堆什么局的那些，还干过财政部次长，啊嘛是别康别个在对抗啊。应该是说，当然这次顾律师上来，可是下面的一些官员其实还是原班人马。那弊案会这么多，我想金管会他们过去都会有一些说法跟解释啊，包括他们会说人力不足啊，或者是原来这是国际上的一些标准跟制度，那台湾跟国际上面并没有特别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接轨，导致呢，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赵峰案，导致我们的法专的人才一直是不太够，所以这个部分希望所有的这个金控公司都可以因此来补足。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些都只是一种好听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如果说台湾今天我们的金融业要有竞争力的话，你一定是要跟不仅是要跟国际接轨，甚至你要做的比国际还严格。可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其实很多的弊案发生之后，大家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嘛。那为什么你的速度这么慢？比如说像乐森的案子，其实爆发没有多久，我就在很多节目上说，不只是因为我是许金融大研究所同班同学，其实这个案子搞鬼很明显。那就是说金管会或者是相关的部会，你有没有很迅速、很确实、全面性的去查？这个是关键因素哦。所以我会比较担心顾律师的地方是在于说，就像信聪刚刚讲的，其实有些金融产品真的比较复杂，金融流程也比较复杂。如果说下面人跟他说没事，那他也看不出到底哪个环节有问题。Okay. 那他是不是会因此就把这个案子是比较轻松的放过，或者是说有其他的一个处理方式？也就是我想顾律师在这边确实会比较辛苦，那么他必须做的功课也有更多。那更不要说其实现在业界盛传很多金控公司的老板其实蛮紧张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有很多业外的转投资、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今天金融股是不是都大跌，表现真的是挺不好的，而且今天金融大跌是说大家对这个新任的金管会主委没信心，还是挫败蛋？应该是说，其实业界在我们其实，在业内讨论的事情，就是他这个顾律师应该会去查一些弊案嘛。那小道消息真的很多，包括我刚刚提到的，有几家金控公司他们的转投资，目前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呆账的问题，而且这个呆账的问题是比财报要显现出来的还要严重。那我只能说是小道消息，因为圈内传的非常非常的严重。不过还是要看他的成绩了。对，这个真的要慎重。你说呆账问题哦，如果你一扯，那银行可能会什么挤兑那东西，我跟你讲，所以说今天不是说哪个什么背景可不可以当什么问题，是你这个想法的问题。譬如说你刚才这个列马政府里头，其实整个金管最严是叫陈玉章，陈玉章我不晓得他的背景什么，但是他也是做过我们台北市的财政局长，他也不是单纯的所谓没有财经背景的人，但是他管那个包括我们现在每个个人去投资的时候要填很多有的没有了，对不对啊？譬如说你投资基金，他要问你适合哪一种啊，那种你要风险评估嘛？对，风险评估，然后你去勾你的月多少之后，我请问一下，那个到底有没有意义？没意义、啊，没意义嘛。義所以银行都告诉你说，你就填最宽，就是你就填你月收20万这样子，最宽的。对，那如果你陈玉章这种管法，对于金融界的这个松绑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然后外商银行complain 的非常多，连这种就是说你已经管到说我们这动弹不得的样子。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所谓金融弊案要处的，但是你不要说我们像譬如说龚兆胜就是一个很好的金管会的主委，也不说因为他不是没有抓什么弊案，他就不是什么，他也没有什么做这个什么勾结的事情啊。那有弊案就把他抓出来，但是主要，如果你在拼经济上面，除了国发会之外，你的金管会、你金融的配合的这个松绑，是不是有管制太严格等等， okay. 这也是一种印象，一种说形象，就是说你整个内阁在改组的时候，是不是除了战斗以外，还有一些什么经济的因素可以成长的？这是一种。你现在给民众的形象是说，你很大力要去除弊，只会除弊，但是没有创新跟成长。但是大家在所谓的金融放松，或者是说更多的心力，看不出来那个印象，不过还是说三四个月大家再来好好批评或支持。所以说我们现在没有乱论断说，但这个恐怕是接下来马上就要做的。对，一例一休啊，很多人都骂到臭头了哈，特别是那些大老板们或是中小老板们也都骂到臭头，部分劳工也在批评啊，加班费不好拿了啦，什么什么的。
可是那个是一例一休的问题，还是说大家都没有好好落实劳基法的问题？这是一个。不过在之前呢，在立法院已经有很多版本说要来改一例一休，我们来看看主要要改几个了哈。一个呢，就是要增加工时账户制，说你别把我绑下去嘛，我两个月算一次，三个月算一次嘛，好不好？我只要不要那个超过你的工时账户，譬如说何新存也说，我三个月不要超过138个小时加班就可以了，你不要管我安排在什么例休什么怎么样的嘛哈。那蔡玉仪呢是说2到6个月弹性计算。林黛华的版本最宽松，是6个月324个小时，然后雇主跟劳工自己去瞧瞧，你在瞧这个之下，一个是呢工时要大幅放宽，第二个是我们来看看，就是原本这个加班费呢，说1到4个小时1.33倍，4到8个小时1.66倍，然后呢1个小时算4个小时，5个小时算8个小时，你花微软跟陶给工啊，没地了，没在那什么哦。之前赖清德也谈到说，一例一休是有问题的。如果呢可以用解释，我们就要把它解释过去，如果解释不过去，那就要来修法。立法院呢也一直说要来修法，可是修法之后呢，是对劳工权益更大的保障，还是让劳工再回到那种被过度压榨、工时超长的这样的生活？我们来看看。台南市长赖清德即将接任行政院长，由于他曾经表示一例一休如果连解释令都无法解决争议，就应该修法。外传他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推动一例一休修法。对此，劳团透露，不止台南市劳工局长王新基日前曾拜访多个工会，民进党的党务系统也有派人交换意见，包括民进党的党务系统，包括立法院苏院长的立法系统，那也包括监察院，监察院各个管道都有跟劳团就雇主团体提出的相关的修法诉求，那我们做了一些沟通。依照惯例，新上任阁揆会到立法院拜访，国民党团也准备了一例一休以及民生用电等问题要和赖清德讨论。不过意外的是，赖清德是一一亲自打电话给立法院各党团约时间，亲自打过来，确实是有吓了一跳了哈。有没有觉得他身段放软？感觉得到是这样子啦，不过这样很正常啦。那我们是希望将来行政院跟立法院之间不要每一次重大法案都剑拔弩张。对于赖清德上任后进行修法，不止国民党认同，民进党立委也表示支持。有一些太庞杂的地方，我们应该把它简单化、单纯化。好，所以一例一休的修法，我认为势在必行。劳团强调，一例一休不是法令问题，是资方长期违法造成。赖清德上任后最需要做的就是依法行政，严格要求雇主守法，不然修法下去，劳工工作的条件会更差。记者综合报道。不过淑伦就要请教你，然后之前去年的时候，我们一例一休谈到快烂掉了哈啊，那个时候也是大家其实很多劳工团体也在质疑，说你一例一休是在搞什么东西？你就好好周休二日，然后7天国定假日就给劳工就好了嘛哈。然后那个时候的民进党的劳动部国防与郭部长就谈到这个一例一休是多好多好，然后又可以兼顾产业的发展弹性，然后又可以劳工的权益等等啊，现在各界踏伐，所以这个一定会修掉。对，我不想对，我当然希望不好，我希望不，原因是因为那时候一宣布那个赖清德担任阁揆，我们办公室大概3秒钟沉默之后就全部哀嚎，所以哀嚎就是说啊，这个恐怕一例一休的修法这件事情就需要相当大的这个肯定会要花很大力气了哈。Okay. 那刚刚讲的那个阁员留任名单，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看到林部长，林美珠林部长是。那当然一方面因为林部长据说是好像今天才从菲律宾回来。OK。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我认为林部长现在会非常非常艰难，因为在一例一休完成修法之后的政策宣导期，其实部长也相当坚持，然后包含他的各式各样的座谈，不管在资方团体或劳工团体，哈，然后一直到7月19号，部长都还说一例一休绝对不走回头路。那如果今天赖院长征询林部长，林部长是留任的话，那这些要怎么办？要吞回去吗？吞回去就吞回去，院长要回头，我们就回头。是啊，但问题是他没有办法。组织是谁啊？问题是这个事情的重点是。我认为不是院长这样想，院长这样想，但是有没有合理的逻辑？因为其实
赖清德赖院长，过去在市长期间，他虽然有说一例修，他认为该修法，但从来没有听过他的版本或方向。那么赖市长在他的执政期间，我想对他的劳动政策，我们没有任何认识，我们没有听到他在劳动或社会这个方面有任何的具体的琢磨。台南市是六都里面唯一抵死不接劳检权的县市，其他各县市都有接，就是比如台北市有自己的劳检处，高雄市有自己的劳检处，新北市有，连桃园最后一个升格的直辖市都接了劳检权。Okay.就是说，由我们地方政府要进行劳动检查。台南市的劳检是由劳动部去检的，就是由那个劳动部的治安中心、治安署中央的部分去检。对，他不愿意。那很明白的，就是因为台南，因为如果地方自己接劳检权，表示地方要自己做我们这个地区的劳动条件的维护跟保障嘛，那会跟资方跟业者发生相当大的矛盾跟冲突，还有包含科学园区等等。那所以其实。台南市他执政这么久，打死不接劳检权，唯一的一个直辖市到现在。所以你认为这一点是比较看得出来，赖清德比较站在资方那一块。至少对于在劳工行政以及劳工政策上面，我没有看过他具体的坚持过。郭书任，我请你等一下了哈，我先理清楚到底现在产业界骂到臭头的一例一休。到底骂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看出来，现在在修法版本其实是比较枝微末节的，不管是说工时账户，然后一个月或三个月，或者是说什么一个小时算四个小时，这种其实就是几百块的差别而已。这个是重点啊，这个就是重点。产业界到底是啥？重点在于不是法律没有弹性，重点在于它会增加钱。对，就是钱。那所以整个，你给几百块给新楼，这个所以这个民怨的故事一个人是几百块啊。对，我想各位可能会这样认为。加班就是说你有创造产值，你在这加班。所以政策的上位概念是什么？如果政策的上位概念是我就是要透过政策引导让劳工增加收入，然后我有增加薪资之后，我会创造经济成长。如果大家是在这个逻辑里面，那我认为这个你批评这政策根本没有什么好说的。好，如果今天是我没有要抵制成本的增加，我是愿意付出的，我只是觉得这制度很复杂，那很简单，你通乘以二，不要乘以 1.34、1.67 嘛，1.34、1.67太复杂，你乘以二好不好？那企业界更是嘛？所以重点，他们说我们没有不付加班费，我们只是觉得制度很复杂的这句话，事实上是没有成立过的，就是他不想多付加班费，他就是不想付。就是不想付。那这个我觉得民怨是怎么来的，我们自己有非常多工会，那个例子是这样，就是因为修法所以雇主会增加成本，因为增加成本所以雇主就开始想各式各样节省成本的方式，所以比如说他要求采变形工时、然后跟大家就开始吵说、变形工时这样挪那样挪，所以我本来休假很简单，礼拜六礼拜天休，礼拜六拿个加班费，现在不说、你要挪到礼拜三休，你要怎么切怎么切这样子，好，然后大家来大排班，然后劳工就会觉得很痛苦，因为我以前很简单，现在怎么很复杂？所以劳工也觉得很抱怨。然后而且我知道你这样挪完之后，我是没有增加我的加班费的。然后我的假期被挪动，我加班费又没有增加，那我当然也觉得很烂。所以回过头去，要么是就向雇主抱怨说，你为什么不要像以前那样？要么你就是去劳检申请劳检，然后我们劳检量就大增加，然后雇主就被劳检之后又罚款，那雇主被罚款，雇主就觉得不爽，然后所以就去抱怨给这个高层。就是所谓民怨的循环是什么？好，那简单一句话，如果赖清德接下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求劳动部提案修法，修掉一例一休，你就会认为这个是对劳工权益的大倒退。这就部长准备下台，劳团准备开战，對就这样。啊，刚好加严重，不过艳丽我要劝告你了哈。我们来看看现在要修什么了哈。第一时间你听到说，这工时账户不是不错啊，大家可以瞧啊，有弹性啦哈。我们来看看。现在其实你用很狭隘的观点也叫工时账户制啦，只是说一个月才能算啦齁。你一个月最多加班46个小时，一个礼拜就40个小时嘛齁。所以说你如果再除以四呢，每个礼拜就是可以加班大概是11、12个小时。那如果一个礼拜5天，一个礼拜可以加班11、12个小时，等于话呢就是说你天天都要加班3个小时。是的。你就卖8+1嘛，就基本工时8+1嘛，然后呢，你就再加3个小时，你就变成是12个小时的嘞，你被夹死呀嘛。但是这是合法的，这已经是合法的哦。但是这样，企业跟立委说不够，我们要做什么呢？单月呢可以增加到54，甚至到60个小时，这是单月的合法加班工时。
这也不够，我们再用一个账户制，我只要每三个月不超过138个小时，或是我用2到6个月啊，多少小时还不晓得了哈，或者是6个月不超过324个小时，弹性的工时账户制真的是企业界要的东西，而这个东西真的对劳工权益没有影响吗？我应该这么说，弹性的这样的一个上班的一个工时的一个账户，至少是我目前听到企业界比较希望能够达成的一个修法的一个方向，调整的一个方向。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例一休不是不好，而是呢企业界的心声是它不适用所有的一个产业。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家附近的面包店，它上个月贴出了一个公告，他说因为奶油过去一年涨了一倍，一例一休实施之后呢，如果说礼拜六日要请人家来上班的话，那薪水要给比较多，所以他们的人事成本增加了20%。所以他说他逼不得已，我们的面包必须调涨5%到10%。那当然有些客户就觉得说啊，5%到10%，我是觉得还好。可是有些客人就觉得，哎，我薪水没什么涨啊，你这个售价调涨10%，所以有些客人他的买气就没有那么强。那我要讲的是说，确实因为你不是一例一休适用所有的一个产业，那有一些电子业他们的接单的情况是更为极端，像梁老师就很清楚，大部分电子业大概上下半年的订单比是4-6比，可是有些产业它可能订单急单来得很急，所以就会是3-7比。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呢大力的调整人力，大力调整人力的情况之下，你的加班费暴增，暴增呢，当然对老板来说就会觉得说，哇，那我这样的利润不就是减少了吗？所以企业界现在比较希望的一个方向是看看加班的时数能不能够往上调整。那至于调整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想这个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沟通了。因为我在做行李，我都较无熟悉啊哈。你那是急单，然后突然增加人单，你看那个，你是不是有很好的利润吗？不是，我不见得会有很好的利润哦。他只是因为产品卖得好，然后他紧急追加订单。那紧急追加订单，他不见得会给你特别多的一些这个就是订单的一个金额，就说利润不见得特别好，因为你不接就是吃不下来，然后你不接他就会找别人接。信聪现在就是我们台湾电子代工业面临最大问题，这样的循环不就是在所谓的降低成本吗？你看很清楚的版本，每3个月138，就是46×3啊，所以说他整个就是你，他只是让你每个月的这个限吧拉到3个月嘛，他有个弹性的一个运作啦。你看46×3是不是138？是啊，是不是也一样？每个月是46小时？不太一样啊，它可以是前2个月108。对，那就是因为适应各种产业的不同的版本。因为你现在原先的版本太固定嘛，所以它才后面嘛，对，它才会弹性嘛。不然，弹性的结果难道不是劳工更累吗？不是，因为你中南部的情况跟台北的情况不是很一样啊。你去中南部，我告诉你，我问那个连民调始终的调咖，都是立委的调咖，他自己开那种小小的餐厅而已，5-6个人，他说他每个月成本要增加10万，你觉得他的餐厅可以维持下去吗？不，这个东西咱不会违心啦，但是我要请教明凤，刚刚熟人讲得很清楚，如果真的要启动修法程序，那就是劳团全面开战的开始，可是呢，就是很多产业界支持的开始。现在赖清德要选在哪边？现在就是，其实林权那时候就是坚持不修了嘛，所以你包括劳动部长这个有时候讲说啊要修，有时候说不修，对不对？那其实林权跟蔡英文就是坚持不修，但是立委方面你可以看到，现在立委版本都有3个了，所以现在折中的方式，林权在的时候就已经折中的方式是由立法院自己提案修，因为劳动部他也咬死了，我站在劳动部的立场，我不可能把所谓的劳工的利益给他限缩，所以我劳动部从头到尾已经谈，就是在府院。就是府院党三方面已经做一个协调，就是我行政部门不会主动修这个法，是由苏家全或是立法院版本那边自己自行在立法院修法啦。所以说你这样当然就是说赖清德他主张要修，那他敢不敢去面对熟人他们的这个劳团，那这也是另外一个，这也是另外一种考量嘛。可是最终呢，因为立委在选区的时候，他面对的不只是劳工，他可以面对一些所谓这个他们自己的支持者，尤其是中小企业是民进党对大众的支持者嘛。所以现在一休嘛，是拢在立法委员通过的呢。对，但是问题是当时我觉得那个时候，有时候这个行政部门就是，我觉得这个检讨起来这个反弹，我跟你讲啦，如果像民进党这样的政党要
忍的痛去修这个法，一定是压力大到不行嘛。比如说你，比如说你何新存上台，不止何新存上台，就本来是支持者，那个钟小西说你不要上台了，你不要上台，因为你们这个一立修对我的这个产业，我对我的这个企业伤害很大，所以我没有必要再支持你了。你如果是这样搞下去的话，就等于没有立修了嘛。就是立假立休，其实都还是可以上班的嘛。他现在讲的，这就是这个所谓公时银行账户最怪的地方。当我们在谈国外会有一些公时银行或总公时控管的这个概念的时候，都在讲正常工时的弹性，就是我本来要做的那个四十个小时，可是他现在是你那个四十个小时，我就讲八乘以五了哈，你那四十个小时你要先做好做满。然后我后面外面 extra 的加班呢，还不要管，天花板可以再打开，让你可以做的更多，或在必要的时候做的少一点。这其实是在这个概念上的错置啊。我们本来说我那四十个小时，如果今天这个月多一点，我可能下个月少一点，是这样子的。了解。那所以我说，而且现在立法委员这个问题也是很麻烦，就是说整个修法的劳基法，它其实前后是有连贯性的啊，它比条文跟条文之间有关系。今天如果不是行政部门主导修法，而是说由立法委员各自凭他们的认识意见单条式的修法，它会衍生更多问题。那现在劳基法本来就已经几乎是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上面的千疮百孔的靠解释令或者是靠行政命令、行政指引来补充的情况，如果只为了让企业主少付一点加班费，或者是让他觉得计算支出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创造出这个新的这种修法版本的话，这个在后面实施上会更加困难，会造成更多问题。这个这通常也是有行政部门在支援呐、啊，只是立法院不，因为他行政部门很怕你们劳团的抗议嘛。不会，所以是全国劳工在用，现在是不敢出面，1000万劳工在用，不是只有我们在用。就是他们现在就是不出面，现在就是由立法委员出面，就是这个样子。赖清德会一定会出面吗？因为这个社会本就现在就说赖清德他自己主张说要修，他就看他自己要不要出面啊，他自己要不要面对劳团，否则本来讲好就是立法院出面嘛。Okay, 那梁老师你们看？在这个问题了，我还是想请教，现在台湾的经济最大问题是卡死在劳动力无法弹性运用，是卡死在一立一休吗？又或者是说，真的对企业界来讲，多付个几百块的加班费，这个企业就会倒掉了吗？当然不是，我们来看看，经济没成长。现在的情形了，我们是一个小时算四个小时，五个小时算八个小时，然后前四个小时1.33，后面是1.66嘛，如果说呢，你薪水是3万块的人，然后时薪就是125块，加班一个小时，现在呢，老板要给你752块。不过通常老板不会这样做了，他一定叫你来四个小时，然后就是还是752块。可是如果说现在产业界跟一些立委说何时计算？何时计算比较有良心，还是算你1.33哦？比较没良心说一就是一，甚至有时候是给你零啊，因为你本来就有钱的嘛哈。现在如果何时计算是167，本来是752，啪存167，五个小时呢，按法律呢，你可以拿到1587块的加班费，另外的哦，不包括这3万块哦。但是如果核实之后呢，就变成961块啊，因此那你不用加那么多班，那你就不用拿那么多钱啊，这是死就啊，我意思就是啊，你那不是逃利的丢人搞，没错啊，你不是逃利的钱太紧了。你一个小时用四个小时自己，那你们每个月要限制46个小时，我几天就用完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你就是做一算四，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已经用函式解决掉了。其实这问题已经不存在，函式现在函式就是说，你如果虽然法律说做一算四，但我直接跟你约定四，就是刚刚你讲的那个方案。第二个就是，那你如果做二就要走人，你还得请假嘞。所以这函式已经解决掉了。不，按照说法，现在台湾整个经济发展的困境，就是出在一立一休吗？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它本来就有它自己产业所面对到的一个竞争的问题嘛。然后你这个一立一休再搞下去的话，其实只是在造成这个劳资双方其实是更加的一个对立嘛。就资方来讲话，就企业端来讲话，他其实本来他有订单进来，他是需要去加班的，或者是说他在正常上来讲的话，过去没有一立一休的时候，他也可以有加班的。可是现在变成是加班的调整来讲话，他必须要去思考，因为他只要加班就会增加他的成本嘛。那第二个就是有一些工作上来讲话，他变成是正职兼职的一个冲突啦。原来我明明就可以给一个正职的工作，我现在可能我就会用采取兼职的工作，这个其实对于大家再去找工作，其实是相对会比较
较困难的。那你这些有没有发生在产业上？你现在都已经看得到了，大家都哀鸿遍野啦。就是说你一个政策出来，本来是要给这个劳工呢有一些美意的，可是呢这个政策出来，其实反弹最大的反而是劳方，然后资方呢也不高兴。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例一修真的是蛮伟大的，是让大家都天怒人怨嘛。然后你想想看，现在观光业其实面对到了两岸的一个政策的问题，已经是苦不堪言了。那你看餐厅啦、饭店啊，甚至于像货运，像这些相关的，其实对于这个一例一修来讲的话，对他们的冲击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你说像刚刚艳丽就已经有提到的电子的加班，像现在 i8 要紧急出来了，对不对？你一次推出来的三款，那请问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加班的过程当中，对这些产业来讲的话，它在加班的调度，它在这些政间的这个工作上的一个调整，这个其实对资方来讲的话，他们也都觉得捞不到好处啊。那熟人，我请教，我这样讲可能也会比较保守反动了哈，就是说，恐怕我们没办法在所谓的降低工时跟提高工资这一块同时做，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改法？你不要去动人家的加班费，你甚至更大的提高加班费，让大家的薪水多一点，可是让工时弹性一点。我们下一步朝这个改革，劳团可以接受吗？工时弹性，但是呢，工资我们要提高。那你老板不能说你又不给钱，又要那个劳工无止境的加班，那都讲不过去嘛。干美在那改，能好拿不几好，你总是爱穿这条路的来行，对不对？从无钱爱无嘛吼。但我就真觉得说，我现在担心的是，能好真正拢不几好，因为你看工总跟商总的版本，他又要加班时数60小时，他又要加班费只乘以1。他们敢提这种东西出来，那也就是说，这也没办法接受。对，也就是说，这个资方团体他们永远没有满足的一天，他永远就希望他什么都要他最赢了。我没保赢啊，对，也没保赢啊，全啊。对，那如果从劳团的角度，比如说像工时的缩减，好，因为像刚刚几个版本里面有一两个版本，甚至那个工时，再回推回去，会导致已经达过劳标准。如果有劳工因为这样而脑出血，脑中风触发的话，是可被认定为职灾，达职灾过劳死标准的。也就是说，工时的缩减明明是蔡英文政府上台的重要政策，结果现在又要往回推。那么在加班费的部分，如果说要让它比较不要这么复杂化、简单化，可以乘以2，但是对，不然这个休息日已经没有价值了。这个休息日跟平日加班一样，甚至更便宜。那这个休息日不就也是蔡总统政见又破功了吗？哪里有休息日？只有10。所以赖清德就先提个版本，加班就直接乘以2，不用1.33、1.66了。以上节目可在公视网站加7服务影音网随选观看7天，好节目不错过，公视加7，让精彩继续。大家晚安。气象局目前持续发布第17号古超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目前针对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发布海上警报，在这些区域航行作业的船只要特别严加戒备。在海上的话，有机会出现10级左右的强阵风，另外在浪高的部分也有机会出现2到4米左右的浪高，所以海上要特别戒备。另外，台风目前的位置距离在鹅銮鼻大约是120公里左右，所以在